个世间所有一切人对我念佛往生成佛都做出了贡献，我怎么能不感恩？所以你要知恩，你才会报恩啊！对你做出许多贡献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恩啊，所以你也就不会报恩，知恩就会报恩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所作所为给我们看的，提高我们的境界啊，他做的善的我们要好好学学他，不善的看看自己有没有，没有很好，有赶快改过来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啊，这个世界的混乱啊，地球灾变这么多啊，对我们都有恩德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很美满的，我们应该到极乐世界去。如果这个世界很好，我往生极乐世界还没有信心，还不想去啊，这还有值得留念。现在世界变成这样子，感觉到没有什么好留念的了，赶紧走吧。你看山河大地对我们都有恩德，知恩我们才会报恩啊，人人对我都有恩啊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对我都是有恩德。我们每天做早晚课，对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要礼拜啊，真迹复活，细灯彼岸，此之四句，十摄四弘誓愿。这个四句偈、四弘誓愿都在其中。从常行布施皆戒忍，到一度智者是成佛。后面还有两句，坚求正觉，要发这个坚固的心。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为什么？成佛度众生才叫圆满，这个正觉就是成佛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真念佛往生的人，我们对他献上最高的崇敬，我们跟他相比确实差太多了，人家真的去做佛去了啊！将军像那老太太走的时候不告诉家人，我们能懂得他的意思，告诉恐怕家人扰乱他，不讲不告诉你啊，自自在在走啊，没有一个人扰乱了啊。往生极乐世界给诸位说，这里一断气神识就走了，他不经过中阴啊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通过中阴啊，升天的人福报大也没有中阴啊，三种人没有中阴，念佛往生没有中阴啊，升天没有中阴，堕阿鼻地狱没有中阴
啊，其他都有中阴身，所以有49天中阴身，这个没有，一断气就走了。表现的瑞相的时候，那就是给大家看的，告诉你，你看看三年的成就，一点不假。啊，这就是他现身说法了，啊，不用言语。